下去了不？还要不要？要。来，来玩。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。哪有危险？怎么没危险？那危险在哪？头盔戴了吗？哪会掉下去？会冲到下面去了。我拦着他呀。你拦不住呢，两个人撞在一起呢，脊椎撞了怎么办？那回家吧，车也别坐了，就一天到晚待在家吧。你坐车时候不是系了安全带吗？那被更大的车撞了怎么办？那你就不活了呗，直接。对呀。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这么犟呢？有意义吗？现在不是像说这有危险吗？见没有危险。怎么没有危险？我看不到。那车在那儿都得吓着，怎么会有个人在那儿？这是滑雪坡吗？有时候不太好的。对啊。你说。你看看那是不是好危险？看看。不危险啊。我接着